Yes.什么东西飞过去了呀？这是什么？莫名其妙的。我小李也有。什么情况呀？真是一脸懵逼啊！音响人和电视人也都在呀，快快排好队形，要开始做游戏了。我被选中了，先随机按下按钮选个球吧。是四号球，对应的是魔方游戏，看我的吧。简简单单，又要开始随机选人了。看看这次谁会被选中呀？音响人被选中了，看看他会抽到几号球呀？是三号，对应的是数字游戏呀。看看音响人的数学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吧？这音响人脑子是瓦特了吗？还在那里咯咯笑呢。小姐姐生气了呀，她这是让红衣人跑过去干啥呀？音响人，快跑呀！不是吧，做错了还有惩罚呀？不要呀，不要呀，千万别选中我呀！慌什么？看我的吧！是一号球，给我安排的是什么游戏呀？尴尬，差点就走过了。一个瓶子，一个鸡蛋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原来是要把鸡蛋装进去呀！瓶子口也太小了吧，这么大的鸡蛋谁能放进去呀？气死我了啊！给我进去吧！不好，游戏失败了，小蓝也没了，万一选中我可怎么办呀？小绿，小绿，淡定淡定啊！我被选中了，看看我能选到几号球。原来是二号球呀，饼干是我最爱吃的饼干，我要一口给它干掉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，怎么回事呀？我的肚子好痛呀，现在舒服多了。 Oh my god, what? 完了完了，快跑呀，打不到了吧，看我的，让你突突我，真是欠打。不要呀不要呀，大哥饶命呀，我跟你拼了红衣人。太过分了你们，你还敢跳过来找打，我跟你拼了。不好，快溜吧，救我救我。完了完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可是完成游戏任务了呀，别开枪啊。电视人小姐姐来救我了，红衣人完全不是对手呀，要小心呀，电视人小姐姐。这完了完了，这次是彻底的完了呀。
Yeah.